很久没看到中式的别院了。这里的景观石应该是还没摆好。这一棵是银杏树，新栽的，园林也是刚绿化过的。中式的房子韵味很足，景观石一摆，然后罗汉松一种，哦，里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，但是我看到一个大的门海，我们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过这么大的，可以在里面种荷花。罗汉松的造型很漂亮，上一次阿姨告诉我这个多少钱一米的，按米算的啊，我不记得了。然后连着围墙全部做的这种可以按摩脚底的鹅卵石，早上走了散散步，非常健康。看看有没有主人在家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个隐蔽墙是一个迎客松，我听到里面有人在干活，到里面看一下去。哇、哦，它这个门也好漂亮啊，这种应该是铜的，古老的门栓，这个门非常厚重，里面大体都弄好了。哦，装的是中央空调，那里应该是厨房和餐厅，里面是厨房，橱柜已经做好了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个中式的门你看带了窗格的，挺漂亮的哦。站在堂屋看一下外面门楼，简单大方，然后隐蔽墙，似水归堂的院子。虽然这套房子没建成，但是可以预判它建成之后的那个气派。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主人又不在。地上的砖也是用的砖雕。这一盆盆的什么景观树啊，正在萌芽。